漂亮。对，真的光圈。那我灯没开。这样就光线这样就够了，其实这样。对，我们其实不用什么，我们采光是非常足够的。对对对，采光很好。好，那原则上你们的房间，我们来去你的房。好。这衣柜超重，都会全部给他，厨房也给他使用啊，然后吧台也是给他使用。了解。那我们整房间，我们有六个房间。六个房间啊。对。关心台湾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从国外带回来一些艺品啊。对，你们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小巧思。对，啊，这是我们楼下的小客厅。楼上的小客厅。嗯，这些画都是很精致的。赞很赞。就是还可以。好，那你们的房间，因为现在只有你们独自。好。你就把这整栋都是你的哇，因为我们晚上睡觉是在隔壁。好啊，这是你们要的贝多芬，这是贝多芬，然后这间是贝多芬。你看色调都不太好。这间是贝多芬的哈，而且这一间哇，这间是凯撒，凯撒大帝，看你们自己选。好，好，因为今天只有你。啊，再来，我们凯撒大帝。对。看一下啊，我们每间厕所也不一样哦。是哦，每间厕所一样。哦，我们厕所很漂亮哦。哇，我们厕所很漂亮啊。对不对？感觉瞬间到欧洲了。对，我们厕所真的很漂亮。我们厕所的瓷砖，我们所有的瓷砖都是来自意大利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每一间厕所有很多东西都是意大利带回来的。对啊，西班牙、意大利啊，每一间的那个每间的厕所都会有不同的特色。真的，对不对？谢谢摄影。好，我再给你看我的四人房。然后四人房在这里，他四人房可以等你，因为要等林先生。双人房就是那两间嘛。对对对，四人房。了解，这个也很漂亮，这是宫廷型的，但是没有整理很难看。没关系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觉得是美的。这边真的好。哇，这也是四人房啊。对，这是四人房。哇，真的。也不一样，不同特色。我们没有拿到护照就出国的感觉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拍，人家都以为。对啊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对啊，对，莎士比亚，对，四人房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么详细的介绍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准备一些小点。有喝咖啡吗？还是喝果汁？果汁好，我今天已经有喝一杯了。那你呢？你要喝果汁吗？那我们果汁是我们自己种的，然后再好，谢谢谢谢。
啡豆、纯豆浆。结果，哇、哦，谢谢，你不用许可，啊，谢谢，不会不会，慢慢讲，好、啊，谢谢。两位，你好，两位，两位，一个300，好，大家要开统编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你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这个，来这边请哦，谢谢。我稍微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园区，园区有三层，最上面是日式的街景，中间是欧式的造景，它那个门打开都有内景可以拍。OK， 洗手间在这里而已，只有这边。好，需要咖啡、餐饮料的话。在那一间，好，旁边栏杆那里还有一层可以走下去、哦。OK， 那我们园区有带识别证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帮我们拍合照、啊。哦 ，OK， 好，手机或相机都可以，好，是免费的哈、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